推荐一个长沙市中心的房车驻车地，就是在长沙火车站的广场上，也是火车站的社会车辆停车场。看一下这个停车场呢，在那个售票厅的正对面，车位挺多的，车位呢还挺大的。如果你在旅行当中临时家里有事儿，或者说办其他事儿需要坐火车，可以在这个停车场驻车。如果是你开房车需要到市中心来办事儿，那么在这里驻车很方便。火车站周边呢交通特别方便，公交车地铁很多，安全方面要保障。前边呢就是岗亭，那个对面那个巷子里呢有卫生间。虽然在火车站，但是呢并不吵闹，周边呢商店也多，还可以买点东西，吃东西的地方也多。然后对面就是肯德基，还有一些快餐。如果坐出租车也方便，这里很多，适合临时住一晚上的。因此我认为啊，火车站广场也是房车驻车的一个好场所，特别是你到一个陌生城市临时找不到停车地的情况下，那么火车站停车场也是一个绝佳的驻车地。这个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，封顶50，一般情况下是5块钱一个小时，因此在这里驻车还是很实惠的。大家怎么认为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，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，谢谢大家。